梦见杀人了。梦见杀人了，预示着梦者近期的压力过大，精神上也会过度的紧张，可能会承受巨大的情感痛苦，也可能是平时树立的敌人过多，是不祥之兆。梦到自己杀人了，这代表你的潜意识，你很想改变目前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生活状态，想要去除束缚，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路。梦见丈夫杀人是吉祥的预兆，此梦预示困难很快就会过去，并且还能得到意外的帮助。梦见爸爸杀人，预示着你各方面的运势将会持续上升，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并且会有发财的机会。